教授原型是歌手阿云嘎，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契合我对教授的那个审美。我之前我在这个微博上刷的时候，我搜到阿云嘎的照片，然后我发现，哎，这哥们长得真帅，他还不是那种漂亮，但是阿云嘎他本身透的是一种深邃和冷峻。然后呢，就是当他沉默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好像心事重重的那样，好像一直在想思考什么事情。再戴上一眼镜，当时他平时不怎么戴眼镜啊，然后呢，如果你给他披上一个眼镜的话，你会发现他特别像是一个心事重重的但思想深邃的学者。我觉得这个还很契合我对这个教授的想象。雨儿飘在海口，雨儿藏在水中，藏